用音乐叫醒您的耳朵，欢迎收听《悦动首尔》。大家好，我是 Special DJ Aurora。大家好，我是 Special DJ 韩东。季节已经进入到秋天，湛蓝天空，凉爽的秋风真的很舒服。没错，天气虽然很舒服，但是有没有觉得皮肤变得特别干？没错，而且有时候呢还会遇到静电。嗯，那我们就寻求一下大家的帮助，大家有哪些秋天护肤的好方法都可以发送给我们。那今天的开场歌曲就一起来听来自于 IU 的 Strawberry Moon。大家走进九月七日星期三的悦动首尔，今天的开场曲为您带来了 IU Strawberry Moon。 那刚刚我们不是聊到这个皮肤问题吗？我从这里近距离的观看，我们韩东系的皮肤就非常的好，有没有什么就是女团的这个护肤方法介绍给大家一下？其实我觉得外在的护肤很重要，其实内在的护肤也很重要。就外在的护肤可以多去去角质，然后补补水，秋天很干燥嘛。对。然后内在的话，因为我以前我妈妈经常会给我喝那种百香果的水，
然后维 C 就补充那个、补充身体维 C， 对对对，皮肤也会比较亮一点，这样子。对对对，但是不要白天喝，建议晚上喝、因为它会有什么光，如果白天喝反而会更黑，更黑，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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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定要晚上喝。就大家吃什么维 C 的补品或者是维 C 的一些护肤品、最好都是用完之后不要见光。 对， 对，那 OD 有什么护肤方法？我吧，护肤，因为我本来皮肤就生来非常的好，本来皮肤就天生丽质不需要护肤。对，但是说实话比起皮肤来讲，对我更困扰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很多朋友们有没有像我，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肿的人。那我也是。对，我就是比如说晚上喝水或者怎么样，我早上起来会肿成一个包子。对，所以我一般我又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是我然后包括我的朋友和我的队友，他最近都很流行刮痧。嗯，对，就比如说你对护肤完之后拿那个板就这样刮，然后顺着脖子这样刮起来、说真的刮完我觉得是有效果的。对对对，可能是因为我肿的明显，所以刮完之后消的也会明显。但是像韩东这种脸比较瘦的，他可能刮完之后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没有没有，你知道吗，我是属于那种化完妆然后在车上坐了一会儿就开始睡觉，你知道吗，等醒来之后发现是另一个人啊，就头感觉大了两个。跟睡觉的方式，因为在车上睡，我们要不然就是这样睡，对，要不就是这样睡、所以就是没有办法不肿。 对， 对，没错。所以说大家就是刮，但是寒冬像比如说你行程没有办法在脸上刮，就可以摁这个地方，对，淋巴，对对 对， 对，摁一摁就可以消肿，或者 是就是这个地方，就打一打打一 打， 打， 一打，就是可以通一下毒，或者是喝美式咖啡，对对，这样子的。那下面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好，首先有一个空苏马복사说，한동님오로라님오늘은자리를바꿔셨어요오늘도아름다우세요고마워요、对对对，然后还有我们这个 HD0326 소미나也说今天换了位置。소미나，对，其实我们换位置是有理由的。对，大家也能看到今天韩东比我穿的有点华丽，就是包括这种 accessory 也都带上了。于是我走进来坐到这里想了一下之后对他说，不行，今天我衣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昨天我就问他，我说你左脸还是右脸，他说我是左脸，我说我也是左脸，他说那你今天第一次来，那你坐左边好了。是 的， 是的，然后今天他说你这么华丽不行，那我起码得我没有好看的衣服，那我要有一个好看的脸吧。对，于是我坐到了左边。没错，女人嘛都是这个样子的。对，还有373피부관리는수분크림많이바르기，对，补水是很重要的。对，不管你要做什么美白呀、还是什么，最基础的东西都是要补水。对，还有个什么桑尼亚用香水发来的，不管什么问题答案都是多喝热水。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怎么说呢，有用的，对，有用的，但是如果别人问你，你要是这样回答的话那就不行了，就别人会觉得啊、好敷衍哦。对，这用你说我也知道、我也知道啊。对，还是要给一些小 item 的，不然没错。刚刚我问韩东，韩东你的秘诀是，韩东说多喝热水。就显得韩东很没有诚意。对，很没有诚意。是的，不过多喝热水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方式方法。对对 对，对身体也好，对皮肤也好。女人是水做的嘛。那么下面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参与节目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每条短信的通讯费用为50韩元，长的短信是100韩元。也可以发送邮件到 tbsefm.gmail.com 或者下载 TBS EFM APP 和我们互动。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 TBS EFM APP 或者 YouTube Live Stream 进行收听，错过直播也没关系，每晚的0点到凌晨1点还有重播哦。还可以在 TBS EFM APP Popum Podcast 收听往期节目《悦动首尔》，随时随地的陪伴大家。来到今天的 TMI， 今天一天大家过得怎么样呢？周围发生了哪些大事小事新鲜事？大家可以把今天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事情通通发送到今天的 TMI， 期待分享大家的留言。那下面就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观众发来了留言呢。好的，我来读一下第一条留言。大家好，这里是洋洋，再过几天就要去上海上大学了，今天在床上躺了一天，珍惜这几天无忧无虑的日子，就要好好学习了。到了大学，我相信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再努力，因为成绩不是很好，所以我要花比别人更多的精力去学习，一起努力吧，嘿嘿，姐姐们也加油，你也加油。
就是睡觉了，睡觉了，有没有？哎，不过确实会讲，而且最烦的是你明明明天要上镜，有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现在又睡不着，睡不着，明天会觉得会肿，对，你又想睡又睡不着，那个心情就是说非常，没错，大家在这种时候呢，就可以什么带个什么蒸汽眼罩啊，然后听一下那种下雨的ASMR啊，这种，对，那种白噪音，心情，没错，可以这样子一下。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留言。 大家好，我是森雅。哈喽，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上半年没有开学，现在开学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了。这周是考试周，感觉压力真的很大，包括过几天的六级考试，专业课知识真的很复杂。不过我有在努力奋斗，如果东东能看到这条投稿，可不可以在节目里说一句：乐乐考试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乐乐考试加油，乐乐考试加油，希望大家都能加油。对，原来是重要的六级考试，六级考试，哇！我不管是英语和韩语，我都还没有考六级这个考试，因为没有这个机会。有考过韩语的，那是叫 topic 是吗？啊，对 ，topic 六。对，那你在考试之前会有什么复习的方法？复习方虽然就是距离我的考试已经就是 long long ago 的事情，真的很久了，就是因为要追溯到自己的学生时代。像我们现在当历史生考试都是一些唱歌跳舞的考试，不太一样。对，笔试的话，我真的，我现在还记得我。 高考的时候，当时我是文科生嘛，有努力的去学历史的时候，因为我上课会把老师讲的用录音笔录下来，然后我平常因为历史课是一定要记住的，就几几年什么事情。于是我在公交车上和不管去哪儿，别人听歌我就听老师上课讲的东西。对，因为这样子哪怕我没有这样背，我一直听总会记得一些事情。对，然后再或者是比如说平常书本做的笔记，我会再把它在笔记本上 重新写一遍，抄一遍，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对，你写下来一遍，真的会比你看一遍要记得牢。记得多，对，我记得我以前学韩语的时候也是，当时睡觉之前就会放那种韩剧，就听，你知道吗？可能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就是会听那种语感。对，我之前还有就是，我不是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听什么 ASMR嘛，我去找了韩文的ASMR。哇，这样子我想说我在梦里听的也是韩语，这样子韩语可以进步一点。对，结果发现你想睡觉的时候什么都听不进去，就是其实他说了什么啊，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当时就是有这个心意想说我什么都用韩语来听会不会好一些，这样子。对，也是比较用心了。对，挺好的，突然说到自己的考试时期感觉也太久远了。对，那在这里也是祝我们的这个东东可以 考试加油，顺风顺水，顺利利。你也是。是的，那感谢大家的留言， 大家每天的TMI都可以发送到井号 1013 或者 TBS EFM 悦动 at gmail.com 注明今天的TMI， 那期待大家的故事哦。好的，在进入栏目之前送上一首歌曲， 来自于NCTU的My Everything。 빛이 나던 길 그곳에 서서 나는 그대를 기다려요 춥진 않아요 그대 나의 품에 안기며 따스한 온기 느낄 수 있어 You're my 싶어 나 내게 기적이란 너야 볼 수 있어
summer, you're my night and day. 기다리고 있어 이 거리 널 다시 그리며. 这两天大家给我和樊东发来了很多这个和我们袁东，今天也是不配拥有姓名的一天吗？我的天哪，昨天是什么来着？昨天是韩宗，韩宗今天是桓东，和我们韩东就是发来了很多这个有趣的问题。那下面的时间里就一起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然后顺便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提问。没错。 下面来看第一个问题，可以分享一下最近的歌单或者最近追的电视剧吗？最近比较火的电视剧我记得有苍兰诀，没错没错，就是星星演的，还蛮好可爱，真的，而且就是跟他本身的性格一样，很像，对对对对对，就是我看那个角色的时候就觉得，嗯，这就是虞书欣，就是他本人，没错，嗯。 最近的歌单的话，其实我不太记得歌名了，但是最近不是很就是很火的那个《街头男战士》啊，对，那个里面会有很多好听的歌，对，大家如果喜欢节奏感比较强一些的歌，可以去那个里面就是找找看，对对对，有很多还蛮不错的歌。然后还有朋友问到，就是和成员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特别温馨或者搞笑的经历，就是或者是有跟成员们出去玩吗？<笑> 哦，温馨和搞笑的经历也太多了，我觉得温馨的经历能让我想起来，就是之前我们演唱会的时候，前面会有那个门特嘛，然后我可能有一次就是也不是近视，其实我眼睛也没有近视，但是就是看不太清楚前面的字太远了，然后我当时就又是韩语你知道吗，就会感觉特别的急切，但是我又看不见，然后我们成员当时就在后面拍了一下，他说 괜찮아도와줄게，当时那一瞬间就觉得哇好sweet，就觉得特别温馨，当时觉得很可靠感觉。对，这个是旁边果然我队友比较可靠。对，说到温馨我倒不算是温馨啊，但是比如说前段时间跟队友们去日本的时候，说实话我们
对内就是会日语的成员没有很多，然后我跟 Sebomi 在出去的时候，他每次都是走，我们出去。我说可是你会日语吗？他说我不会，非常坦荡，对，他非常的坦荡，就是他很喜欢在就比如说别的国家或者别的地方自己去，然后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明明不会日语还就是出去，我就跟他出去，然后他不。 不认识路了，他就去问路，他背个，他当时背了一个双肩包，直接跑过去对人， Can you speak English? 我说，哦，原来你是靠 English， 果然要有这种，其实社牛，对，就是因为我还是也会一点英语，但是可能会不敢向别人问路，所以他那样子堂堂正正的跑过去，然后一张口， Can you speak English? 我都原来这就是你能在外面行走的方式，行走的方式，对，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纠结半天在脑海里过那个语法，对，我宁愿可能是我会用地图然后找，可能会找错或者我可能不大敢问人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爱，爱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下一个问题，爆料一下成员们的小怪癖吧。 哇哦，小怪癖，我这个很有可能得罪人呢，这样说的吗？我们队友的怪癖，哇，好奇怪，没有啦，他们姐没有什么太奇怪的怪癖，但是会有一两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Sohyeon-ni， 对 ，Sohyeon-ni， 就 Sohyeon-ni 在我们队里面是大姐嘛，但是特别的童颜，就是走出去都会以为是高中生或者刚上大学的感觉，我深刻的怀疑 Sohyeon-ni 可以保持童颜的秘诀就是多睡觉。 啊，我觉得他一天除了 schedule 的时候有什么时候都在睡觉，在车上也在睡觉，待机室也在睡觉，在酒店的时候有一天休息的嘛，他一天到晚都在睡觉，哇，早上也在睡，晚上也在睡，甚至于成员给他打影像通话的时候都是在睡觉，然后被叫醒，就是这个还有我们的哈鲁很喜欢画眉毛，就是对他来讲画眉毛是一种兴趣，就是好无聊啊，我画个眉毛吧，然后在练习室无时无刻都在画眉毛，对，就是会有这种与众不同的小地方。那其实我刚不讲到这个日本公演嘛，那我们的韩东最近前段时间也在进行这个国外的公演，那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趣事或者剧透一下下次的回归。 哦，趣事的话，其实是我自己啦，因为我当时可能时差没有倒过来，然后就睡觉的时候，其实平常我不会说梦话，你知道吗？然后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成员跟我一个房间的时候，他说你昨天晚上吓死我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知道吗？你特别安静的睡着睡着，突然哈哈哈哈这样大笑，那是真的很恐怖哎。笑完之后你还说了一句。 那个可乐给哈吉玛，那个黑酱呢？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哎，重点是你这两句连起来是一个不太好的形象哎。对，我就这句话，这句语法，这个话，我平常是不会说的，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先是这样笑，说完又笑完之后，又说我不是让你不要那样做了。对，就是感觉不是一个很善良的开头。对，就我就觉得我在梦里在干什么？可能把平常没敢做的事情在梦里面都做了一遍吧。然后我还手机就一直震，然后那个光就打到我的脸上。 吓完了，你知道吗？好恐怖，还好我没有跟你一起睡。哎，就是偶尔了。你一说这个跟成员们一起睡，我突然想到有一件事情，我也在日本也是，就是因为太累了，所以我其实一般早上醒来就醒来了，不会说在床上东倒西歪半天。但我有一天真的好累，然后就醒来，就是我这样子坐起来，然后又这样子倒下了，然后倒下的同时，我就一直在问哈鲁问你，我想说现在几点，我有没有时间再睡一会儿，再眯一会儿。我一直问他，他不理我，甚至于。 他这样子，然后回头看我，也不理我，直到我问了大概第四遍，他对我说：“哦，你中国语哟。”我一直在用中文问哈鲁，现在几点了？是八点了吗？几点了呀，哈鲁？他一直是这样看着我：“哦，你中国语哟。”真的太累了，应该是。对，我就一直用中文在问他问题。哇！然后他说完自己，我才反应过来。 我刚刚一直在跟他讲中文，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那肯定是真的是太累了。对，我就很少。其实我一般想说，一般我看到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就是出韩语了。但是那天就是早上起来就直接一直在讲中文跟他。没错。怪不得他看着我不回我，我以为哈鲁怎么了。因为这样，就是因为在我的视角，我在这边躺着，我能余光看到他嘛，我就看到他是这样子正在画眉毛，画着画突然。 看着我，我都不说话。对，我说，哈鲁平常都会很快回答我的，今天这是怎么了？原来是我自己的问题。能不能剧透一下下一次的回归？大家很好奇吗？等一下，这是要考的，记住了。啊啊啊啊！好的。<笑>
再多就不可以了，再多等会儿就是韩国的经纪人要冲进来了，对，就在门外，等会儿就开门。 하지 말라고 하잖아 我又用到一次 call back Yeah，那既然说到这里的，我们就要再来听一首歌曲。 那歌曲是来自于 Melo的 Understand， 那歌曲过后再继续来聊。 잘못 말이 말아 너 반해 속을 알아 그냥 싫다면 떠나 언제 시간을 뺏어 필요 없다고 버려 그런 사람이라서 Yeah I hope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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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너 왜 자꾸 화내는 건데 I did nothing to you 그건 서운해 그래 마음은 Doing what I gotta do 몰라서 물어러니까 화내지 말고 내가 널 왜 믿어 물보고 한 바로 뻔해 늦게 를 스피게 잃어버려 넘기고 도망 갈 거 알고 있으니 그냥 빨리 물러가 너는 내려가지 않아 너도 내 속 모르면서 이해 바라고 있잖아 그러니 날 미워하지 마 나도 네 속 모르면서 벌써 판단하고 있잖아 내 잘못 말이 많아 너가 내 속을 알아 그냥 싫다면 떠나 언제 시간을 빼서 필요 없다고 버려 그런 사람이라서 Yeah, I hope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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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대체 뭔 말이 많아 이해해주길 바라지 마 내가 여태껏 해준 건 어디로 갔나 너를 말할 때 도망간 같네 사랑은 누구래 똑같은 무게 근데 너 비교 말해 그러고 날 말라래 그러니 안 아파 내 맘이 널 믿을 수 있는 건 덕지 하나라도 주길 바랬어 같이 있던 곳이 담긴 앨범은 이 추운 날씨에 나처럼 혼자 있어 대체 뭔 말이 많아 너가 내 속을 알아 그냥 싫다면 떠나 언제 시간을 빼서 필요 없다고 버려 그런 사람이라서 Yeah, I hope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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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Melo 的 Understand 哦 我看来我们是聊得太欢了，刚才，对，我还记得这个，时间已经过得太快了，马上要直接到第二部了，是的，对，那我们马上就第二部再见，拜拜。 TBS EFM 预防新冠肺炎，个人防疫应做到以下五点：一。 外出时务必佩戴口罩，与他人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二，如果出现发烧、咳嗽等身体不适，应立即接受病毒检测，尽量不要与他人接触。三，经常用消毒液或肥皂洗手，双手要揉搓30秒以上，咳嗽时用衣袖捂住口鼻。四，室内。 每天通风3次以上，并定期进行消毒。五，战胜疫情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即使身体保持距离，心灵上要更加紧密团结，做好个人防疫，维护社区安全。哎，今天怎么一个车位都没有啊？ 去那边障碍人车位停一会儿不行吗？那可不行，这是专门为障碍人士设置的车位，如果违章停车，会被处以20万的罚款。哦，哎，那里有一个车位，但是车位好窄呀。是啊，所以车一定要停在车线内，后视镜也一定要收起来，而且不要忘记拉手刹，这样才安全。如果实在没有停车位，暂时停在其他车辆前面，留下联系方式吧。
好吧，顺便提醒你一下，不仅要留下联系方式，还要把车挂在N档，放下手刹，让其他人可以推动车辆方便通行。我们要遵守停车秩序，同时也要互相体谅，倡导文明停车。 欢迎收听《悦动首尔》的第二部节目，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 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 每条短信的通信费用为50韩元， 长的短信是100韩元， 或者加微信公众号 TBS互动 和我们交流，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好的，下面的时间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오로라님, 한동님, 악동서울 관계자 여러분 모두 안녕하세요. 처음 사연 보는 지지라고 합니다. 제가 가장 인상 깊었던 콘서트는 코로나 이전에 가동 락 페스티벌입니다. 뜨거운 태양 아래 크라이너의 다리 자르 시작으로 해가 질 때까지 이승환, 국카스팅, 노브라인, 레이지봉, 로맨틱 펀치, 더로즈 등등 많은 가수들이 나와 락앤도 외쳤는데 스트레스가 확 풀리더라고요. 정말 행복했습니다. 혹시 사연이 제트된다면 그날의 느낌을 두 DJ님과 청취자분도 함께 느끼시다고 크라이너트의 말 다리자 신청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와, rock and roll. 这位听众说，他看过印象最深的公演时是疫情之前看过的摇滚音乐节。哇，感觉气氛真的非常的棒。哎，说到摇滚的话，你们组合不也是？啊哈，没错 ，Dreamcatcher 就是摇滚，对吧？嗯，因为说实话，就是不久前我们也去西班牙参加了那个春之声音乐节。是的，是的，对对对，就。 非常的爽，真的，唱着我们的摇滚的歌。我记得我有一次问韩东，就去西班牙音乐节，感觉怎么韩东的表情，就是他不说话，我从表情上面都能看出来。长男，长男，你有死去的。那我们韩东自己有没有就喜欢的摇滚乐？请不要说自己组合的歌，好吗？我好像已经有预判到你的行动了。我想一下，还有就是 Green Day的歌也很好听，对，也可以推荐大家听一听。对，那既然我们韩东推荐了这首歌，大家要记得去搜一下哦。那接下来呢，就要先听一首歌曲，歌曲来自于就是刚刚需要我们来给大家放松一下的 Kleino的 Martalita。 자지나
听到的歌曲是克莱因诺的《Maltalisa》， 就是在我们听歌的时候看到了有很多的留言啊，来自于 오태은的 어려운 발음 많았는데 이르라고 수고하셨습니다 로라 DJ 아진짜 감사합니다 진짜 어려웠어 진짜 为什么其实我就是在读这个之前我在进来之前我就跟韩东说我说韩东 我可能待会儿读的时候会有出错的可能性，你在旁边帮我一下。对，他说我今天有一个 ment 特别的长，特别难，特别长。因为首先是就是我可能就是平常的音乐风格就是 rock 听的比较少，然后对乐队的了解也会比较少，所以我在看到这些乐队的名字的时候，对我来讲就是有一点点陌生。对对对，我刚刚像不像就是那种就是学英语的时候那个英语考试你要给老师读课文的那个状态？ 甚至于我平常台本就是拿在这里，我刚刚台本拿到了这里，我就生怕自己看不清，然后我就是越看越有点看不清了。没关系，没关系，查得熟。嗯嗯，然后来自于 Della 的 Handong 님 우리 로라 언니 읽은 거 항상 도와줘서 고마워요, 고마워요. 잘했어. 우리 착한 Handong. 所以就是他今天穿的这么华丽，比我华丽这么多，这件事情我就原谅他。你知道今天我来之前我说今天你穿什么颜色，他说我要穿红色，我说我是粉的，然后我说我们是粉红女郎，但是今天就韩总你稍微站起来一点，就是让大家看到这个衣服的全貌。对，然后但是我站起来就是大概粉红女郎这四个字里面我只占了红字，她是粉女郎，我就是一个红，哎那也不错呢，红也不错，对红也红也红也不错，没错。所以看看他今天帮助的份上，我就原谅他今天这么精致收拾了啊。好，那继续我们来读一下这个下一位听众的留言。好的， 美女DJ们晚上好呀，这里是罗北，哈喽哈喽。我人生中最棒的公演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学校举办的校庆晚会，虽然我是校舞蹈队的一员，可是当时我大四了就没能参加这场演出。为了筹备这场演出，学校提前半年开始选拔演员，并聘请了专业的指导老师。我疼爱的校舞蹈队的娃娃们几个假期都没能休息，一直在排练。 我控制不住好奇心啊，我抑制不住好奇心，偷偷从另一个城市跑回训练厅，但是没有光校服装造型，总感觉他们差那么一点火候，但又震撼到他们真的成长了好快呀。表演当天与好久不见的小伙伴碰面，一路小跑穿过人群坐到最前排，紧张的搓着手，音乐响起，帷幕拉开，节目呈现， 追光灯打在舞蹈演员身上，转瞬变换出五彩斑斓的颜色，摄像大机旋转靠近，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在大屏幕上展现，我激动的说不出话来，我就仿佛是我自己站在台上，骄傲感动喜悦还有很多说不出来的感觉。也许对我来说这是我未能参加的遗憾，但我很庆幸是这场盛会的见证者。 也很满足那些疼爱的娃娃们没有白白付出的汗水，每一个舞台都完成得非常漂亮，那一张张笑脸我记忆犹新。哇哦，哇哦，校庆演出，哎，对，哎，但是这位听众没有能够参加，还是心里会有点遗憾。对，但是好歹就是怎么说见证了他们的成长，我觉得也很有意义。是的，是的，是的。 那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校庆演出呢？校庆演出啊，我倒不是印象深刻的校庆演出，我是在国内，其实比如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会有军训，对不对？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军训的演出，但我印象深刻不是军训演出那一晚，而是因为如果你要去演出的话，你要抽时间排练，对不对？排练的人就可以不用在那踢正步。不用训练，对对对。我那一瞬间真的是非常庆幸我会跳舞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会跳舞给我的人生带来了莫大的幸福，就大家每天在太阳下面踢正步的时候，我排舞就好了，排舞对我来讲是一个莫大的就是恩赐。对，就是大家很辛苦，对，一个军训，我有印象。太阳底下晒着踢正步，想左转想右转。
对，我在就是我们不是选那个舞蹈跳舞的人的时候要选，我当时选，我选，我选，我一定要选，我真的不想晒太阳，求求你选我吧。然后最终如愿以偿的选了进去，就是那个是对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对，我记得我当时军训完回来之后，我妈妈不认识我了，说你怎么晒成这个样子。因为我就算是有去排练，但是还是不也不能是一天到晚全排练嘛，也是有参加军训，我也是 整个人就是黑了一个度，就是你会晒出那个短袖的印子。对对对对，都是青春啊。对，但大家还是去体验一下，因为是一场很难忘的回忆，也许是因为太痛苦了而难忘的，但是还是去体验一下会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对，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姚家爱的 Tomboy。 Look at you, 넌 뭐 감당해 날 You took off hook, 기분은 cold like brew Look, my toe, 내 accident tattoo I got to drink up now, 네가 싫다 해도 좋아 This ping pong, I would rather film a TikTok. You're my wizard as a prince, but this is Queendom, right? I like dance, I love my friends. Sometimes it's where we don't take a rest. I like to act, I'm drinking whiskey. I won't change it, what the hell? 미친 척 이런 말에 What's the move to me? 사정 없이 씹으라고 You lose to me 사랑과 그 따위 내 눈에는 물 한 방울 어림없이 너의 찬 말에 미소 나지 발 Yeah, I'm Tomboy Yeah, I'll be the tomboy This is my attitude Yeah, I'll be the tomboy Said you get it? You get the song right You get what I mean, tombo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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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boy.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留言。 안녕하세요. 악동 서울 애청자 귀요미입니다. 오랜만에 오로라 언니랑 한동 언니가 왔다고 해서 기쁜 마음에 사연 보냅니다. 언니들 짱 예뻐요. 고마워. 제가 가장 기억에 남는 공연은 운 좋게 악동서울에서 티켓을 받아 갔다 온 태양의 노래라는 뮤지컬입니다. 오, 저는 뮤지컬이 이렇게 매력적이라는 거 이 공연에 보고 처음 알았습니다. 배우들이 노래하듯 노래하는 걸 듣고 있으니 마음이 훈훈해지더라고요. 제가 봤던 회차에서 에이핑크 김남주 언니가 나왔는데 아이돌을 이렇게 가까이 보는 게 처음이라 너무나 신기하고 좋았습니다. 내용도 너무 슬퍼서 보면서 울었어요. 언니도 또 기회가 된다면 뮤지컬에서 볼 수 있을까요?
哇，音乐剧，哎，但是说说，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就是爱豆前辈们在参演音乐剧这样子。说实话，我有机会的话，也很想参演一下音乐剧。我超级喜欢音乐剧，真的特别的震撼。而且刚好你也是就是负责主唱这个部分，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去。我真的很喜欢看音乐剧。对，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音乐剧或者说是话剧？音乐剧，其实我 记忆最深刻的音乐剧是我第一次看音乐剧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我的故乡的西安那边，有一个音乐剧叫做猫。怎么了？怎么了？你也是吗？啊，就是那个是我第一次看音乐剧。我也是。就是那个是我当时还不知道音乐剧是什么，但是我妈妈觉得就是你看这个陶冶一下情操是非常好的，我去看了之后就是很震撼，就是那个 memory 一出来的时候，就是而且你坐在那个剧场里面看，你就包裹在那个氛围里面，对，他那个舞美真的也很漂亮，对，所以就跟我，哦，原来音乐剧是这样子一个东西。然后对我就是就音乐剧很震，就是当时对我来讲就是当时还年龄还小，就说实话太深刻的也理解不了，理解不了，你看把我震撼到什么地步了，理解。但是就是很震撼，因为你整个人投入那个环境里面，音乐响起，然后演员们开始唱歌，开始跳舞，你就会哇 真的，就跟着他一起那个情绪的波动啊什么的，真的特别震撼。对，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音乐剧，就看了。你不会是想不出来，所以就是不管我说什么，你都被你发现了呢。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是有名的音乐剧，很经典，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可以看的一部音乐剧，就是推荐给大家。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有愿望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演一次音乐剧。演个猫，我给你画个那个妆。 真的很棒，对对对，是的。而且我刚刚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评论，因为说到什么演唱会啊，我们4700说我人生中最棒的演唱会是今年捕梦嘛 mini concert， 那一天就是他第一次看到你的。哇哦，嗯，原来是你们的初满男的男子。然后接下来5429说 저는 로라 언니 리카리카 눈 앞에서 본 게 가장 기억이 남아요. 아 나도 진짜 현장에서 한번 보고 싶다. 어 너 봐 봤잖아요. 아, 나 코엑스에서? 아, 맞아. 我们的韩东虽然没有机会就看到我们的舞台，但他看到我就是个人为他一个人就是表演过一次啊。对，但是说实话就是리카리카这个舞不管谁看到应该都会기억이남아것같아。맞아요，진짜比较有记忆点，真的很有记忆点。是的，是的。嗯，然后来自于成港，哦，두 분이 뮤지컬 출연하면 너무 좋겠네요. 맞아요. 기회가 있으면 꼭. 그 만약에 들어 就是有听到这个放送的朋友们，如果有뮤지컬的机会的话，꼭邀请一下我们哦，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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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每天在这里做广告，没错，就是给自己的组合做广告，给自己做广告，自己做广告，잘했어。嗯，好，然后我们下面来听一首歌曲吧，来自于태양的눈코입。 미안해 미안해 하지마 내가 초라해지잖아 빨간 예쁜 입술로 어서 나를 죽이고 가 나는 괜찮아 마지막으로 나를 바라봐줘 아무렇지 않은 듯 웃어줘 네가 보고 싶을 때 기억할 수 있게 나의 머릿속에 네 얼굴 그릴 수 있게 널 보낼 수 없는 나의 욕심이 집착이 되어 널 가뒀고 혹시 넌 나 때문에 힘들었니 아무 대답 없는 너 바보처럼 왜 너를 지우지 못해 넌 떠나버렸는데 너의 눈, 코, 입 날 만지던 네 손 작은 손톱까지 다 여전히 널 느낄 수 있지만 꺼진 불꽃처럼 다 들어가 버린 우리 사랑 모두 다 너무 아프지만 이제 널 추억이라 부를게 사랑해 사랑했지만 내가 부족했었나봐 혹시 우연이라도 한순간만이라도 널 볼 수 있을까 하루하루가 불안해져 네 모든 게 갈수록
희미해져 사진 속에 너는 왜 해맑게 웃는데 우리에게 다가오는 이별을 모른 채 널 보낼 수 없는 나의 욕심이 집착이 되어 널 가뒀고 혹시 넌 나 때문에 힘들었니 아무 대답 없는 너 바보처럼 돼 너를 지우지 못해 난 떠나버렸는데 너의 눈, 코, 입 날 만지던 네 손, 길 작은 손톱까지 다 여전히 널 느낄 수 있지만 거진 불꽃처럼 타들어 기라 부를게 到这里今天的悦动首尔也要接近尾声了。没错，一个很slippery的消息，今天也是我们的OD 做 special DJ 的最后一天了，好舍不得。 真的，我在这里每次就是在其他就是这里的时间过得格外的快。我们上次说这个里面有一个秘密空间，就是进来之后，你说我这今天也是第三天了，但我感觉我好像三天就好像在这只做了十分钟一样。哦，对，就是很开心，对，很舍不得大家。然后今天来之前就是进这个房间之前也说，就是以后有机会继续叫我，我非常的热爱这里的工作，当然不给钱也可以。<笑> 这句话听到了吗？听到了。等一下，这句话你知道我是仗着什么胆子说的吗？仗着就是我的经纪人哥哥听不懂中文说的，不然如果他听得懂，他就会站起来。我老公。那的确了，很开心，不给钱也是很开心。对，因为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就跟 PD 宁、曹干妮还有韩东西一起度过的时间，对我来讲就是就感觉像在玩一样。还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互动，已经很有意思。我们听众朋友们也非常的就是搞笑也机智。 哎，你干嘛突然这个样子？听到这个音乐了吗？戴上耳机，快！对对。好，现在我要转换一下心情啊，就不能那么开心。明天开始，就是我们韩东独立主持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韩东，就算我不在，也要替我爱他。很感谢欧弟这几天对我的照顾，没有你。 我明天要怎么过？我会想念你的。不开心的话就不说了。那欧若拉在这里，希望以后哎怎么又停了？希望呢有机会还是可以来到我们这个，你看我这个人就是对转换转换的非常好。对，希望有机会呢还能到悦动首尔做客。节目的最后，然后想为大家推荐一首我喜欢的歌曲，来自于 Nature 的 明晚我们依然相约晚9点，期待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拜拜，下次再见哦。 하루는 또 지나가 밝은 하늘의 끝은 어디고 꺼진 가로등 불은 켜지고 포근하게 또 새근하게 반겨주네 내게 빛이 돼준 가족 그 소중함 다가올 수많은 시련들 혼자라 생각되면 내게 버팀목이 돼준 사람 외롭고 쓸쓸히 나갈 때 또 지치고 포기하고 싶을 때 힘을 내라 용기를 내라 말해줬죠 이유 없이 눈물 흘러내릴 때 내가 갈 길 잃고 헤맬 때 뒤에서 날 끝까지 날 믿어줬죠 어설프고서 굴다
다가올 수많은 시련들.